第一，写上边这个是日字的时候不要写宽，一定要写窄，一定要把它当一个日去写，不要当一个约去写，当一个日要写窄一点，写窄一点。欧阳询所有的这个是字上面这个日都是写着很窄的一个日啊。这一横啊，既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，鉴于它的位置太短了不行，但是因为下边又有捺笔，因此它写太长了不行。写到这之后呢，再写下边这一竖笔的时候，大家应该要知道，我们在这个日字的这一当中线稍稍偏右边一点，让它这个这一竖笔啊，在当中线稍稍偏右边一点，往右边靠一点，这样这个字显得就稳实了。欧阳询他不写成横啊，他这个地方他不写成横，他都是写成这么个撇儿啊，都写成这个撇儿。如果这是分两笔来写，这一撇很短不长啊，不长。就是这样，这个捺笔里边，这个捺笔从这个撇里边伸出来，